越漂亮的越容易被骗。我说哦，好烦哦，被之前男朋友骗4-500万这样子。他说你还好啦，我6-700万啊。然后后来其他又有人说，哎，你们这算什么？想你被骗1000多，我们就哦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说阿弟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学弟心中想必常常扬起“为什么这样子”的这句歌词，看起来精明干练的他，居然被男友骗走4-500万呢、欸？什么公司账户冻结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嘛。啊，或者是公司有一个商品已经在海关了，然后需要现金，可能怎样怎样怎样，很多理由啦，都说明天会还，结果我都等不到那一天。嗯、没有告他。我不想啊，因为毕竟公众人物嘛，我不想去牵扯到这个，然后又要一直跑法院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这样今天这样讲出来，会不会很多人跑来跟我借钱啊？钱被骗走了，还可以努力赚回来，但美貌一旦遭禁，雪碧可不能接受。于是去年他决心进场维修，大砸600万，让自己变个美。我去年做手术有做5项手术、嗯，然后都是进去全麻的那一种。哦，我就是做那个提臀提了2次，嗯，对，然后又补脂肪又拉线，2次的嘛，好推进去2次，然后再来就额头，然后掀开嘛，割头皮啊，我把额头的里面的假体换掉。哦，对，假体什么材质？以前假体就一般的硅胶，细胶材质。细胶材，然后现在的话是骨水泥材质，然后可以做很大片，然后把你的夫妻宫都做到。然后以前的材质只能垫到这边，所以我这边还有空隙。就是我觉得现在弄的这样子，有垫了一下，然后又割双眼皮，就是颜值还是要保持住。好像前一阵有住院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住院就是憋尿导致我尿道炎，然后发炎到肾。然后在另外一颗肾也发炎，然后被发炎到肝，因为我的尿道炎有大肠杆菌，然后我的血液有大肠杆菌，然后所以我就住了7天。可是你刚刚讲到说住院住7天，嗯，小朋友怎么办？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小朋友，我只有狗儿子而已。我只有狗而已，对对对对，生一个女儿，没有我都一个人啊，对啊，我怎么可能，对啊，怎么可能会有，对啊，这是没有的事情。讲到这个，就变成说，那现在感情部分的感情，讲到这个我就很想哭，整形一个人去整形很孤单呢，回来也没人接，就空窗大概1年吧，嗯，对，一年。那个时候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跟男友没有，就是可能男友比较就是会管我的工作，可能我穿这样就不能出去了。嗯，对，可能我今天就不能来这个采访了。嗯，可能我不能来 JKF 了。所以你这次能接受访问，是因为没有男友才能接受？对，我觉得我的历代男友都是这样子，我出去只有 T 恤可以穿，只能穿球鞋。对，不可能可以穿这样子，然后也不能打扮，也不能化妆，然后手机的异性任何的朋友都要交代清楚，对对对对对，大概之类，或者就是可能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说这是记者，还要给他看什么 LINE 的记录啊，什么什么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可以把我想得那么水性杨花？我根本就是乖乖的。那你有想过结婚吗？哦，完全不要 ，no。对，不行，我不要，我没想过要结婚。嗯，啊，外国人的话可以考虑看看。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因为结婚对我来讲，我周遭女生就是只要结婚了，其实全部都离婚了，几乎全部都离婚了，90%。所以是怕离婚而不想结婚？嗯，不是，因为我那些女生朋友，她们能力都很强，嗯，对，都蛮会赚钱的。可是当他们要离婚，然后要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，都被就是被老公诈一笔钱，就是说哦，你给我200万，我才要离婚啊，你车房子给我才要离婚。现在台湾又有什么财产平均分配制嘛？我如果找一个赚钱比我少的男生结婚的话，那我不就吃亏了？我周遭的女生朋友，我也是能奉劝他们不要结婚就不要结婚呐、啊。结婚容易离婚难。到底是存了多少啊？这么怕人家分你的财产？
没有，哎，财产分配制有没有？没有两亿呀，没有两亿。